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时间，下午1点半到2点半是我们记者会全都准备的时间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我们会在这个时刻公布我们得奖名单，公布我们得奖名单。那我期待各位也期待，所以这个时候会颁奖，会颁到奖这个部分，因为今天来今年呢是全国性的，这几年都是全国性的，所以呢，因为我们奖项非常的丰富。所以呢，招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大专青年院校的学生，大专呢很陆续踊跃的报名。好好玩。然后开始这样绕，绕到。他会还没有。好，我们倒数10秒钟哦，请把握时间。他这还没有。我最高高。真的是个不一样的图形。好厉害哦。